代表的意义呢，是在他们喝完这杯酒之后，他们在未来他们拥有共同的地位，而且约定好没错。我先告诉你们程序是怎么样。首先把手勾起来，把手不紧，动作在一起动作。勾起来之后呢，嘴巴不是嘴巴，对不起，酒杯碰酒杯，碰一声枪，再一起把它喝完。三个动作可以吗？那下了之后我就下台了。下了之后我就下去了。好，那大家掌声准备好。三。有没有来得及拍照吗？有需要再喝一杯吗？好，看起来是不错。好，好，那接下来我们要有请我们今天的妈妈，对，好，我们有请我们的妈妈到台上来，看看